如何将图片里面的文字用微信转换出来，可以复制粘贴，也就是 TCT 格式。好，我们首先打开微信，然后点击发现，然后再点击小程序，在小程序那个有个放大镜那里搜索中输入传图识字。好， OK， 这个出来了，我们再点击传图识字，然后放上我们照好的这张照片放进去，要再点击就可以复制出来了，可以给打印员直接打印，不用那么麻烦，花半个小时还要花钱才能搞出来，这么麻烦。所以这个技能希望能帮助大家，要是大家觉得对自己有帮助，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